不要隨處便溺，遵守香港法律。中港之間的矛盾在5月1日國際勞動節再度成為新聞焦點。大約十幾名市民5月1日中午在旺角舉行一個以中國旅客在香港隨街便溺為題的攝影展啟動禮。他們說事件是源於早前有香港市民拍攝到一名小童中國旅客在旺角街頭便溺，觸發中國網民不滿香港人不包容中國旅客，發起在五一黃金周到香港街頭便溺而作出的抗衡活動。這個始終是一個公德問題，同埋根據我哋香港的法制嚟講，佢做呢啲其實佢呢啲行為其實係犯法噶嘛，同埋呢啲嘢係公德心嘅嘢。咁我相信呢啲嘢係，如果我當國內係冇人去教育佢哋嘅，唯有我哋香港人去教育佢哋。他們又表示，個活動是要指出中國旅客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咁明明可能是在火車站，其實本身都是有洗手間的，但是都是會在月台做這些行為。另外，啲官員我是會很失望，為什麼啲官員不會向內地要求，希望內地做多些宣傳，落到嚟香港的時候，他們要遵守第一，我哋香港法律。第二就要遵守內地的旅遊法，因為旅遊法裡面，內地的旅遊法裡面都講到，旅客去到外地，去到其他地方，都要是在那裡遵守當地的法律，不要隨處做一些沒公德心的事情嘛。去到別人地方旅遊，被當地人指責沒公德心，他們又覺不覺得醜的呢？如果是你太過於執著於這件事的話，我覺得有點過了，雖然是有不對，确实大陆人过来的时候应该注重一下这些礼貌礼节方面的，是该注意一下。但是如果说因为那么一点小事的话，两地就来搞这个游街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好像有一点过于小事过于大化了。如果说香港人将小事化大，那是不是即是叫香港人包容他们呢？我觉得其实宽容也是一种美德吧。但是难道你不认为在街上大小便是违法的吗？但是在国外的话，这是没有违法的，这是因为小孩子是可那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而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另一批为数几十人的市民在尖沙咀集合，呼吁中国旅客多点爱自己国家，留在中国消费和买中国货。他们不少都装扮成中共文革年代的红卫兵，同埋高叫口号，呼吁他们抵制外国货。他们这样做不承认是针对中国旅客，但是又呼吁中国旅客不要随街便溺。因为内地的自由行经常就指责我们香港人就不爱国，就说我们还询问我们就是不是我们是中国人之类的说话。但是到去翻一個最基本嘅時候咧，就嗰啲國內嘅自由行咧，其實係最唔愛國咯，因為佢哋買洋貨，將珍貴嘅 GDP 就貢獻咗俾一個萬惡資本主義香港。中國文明中國人，中國文明中國人，不要隨地大小便。他们在下午大约2点50分左右由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出发，游行到广东道，沿途有不少中国旅客停低观看。不过被人叫他们不要随街便溺，和说他们买来佬货是不爱国，他们自己又怎么看呢？如果他们要抗拒我们来香港是他们心里不平衡的原因，那我们会抗议他们去呢？他们抗议自由行太多，怎么是心理不平衡呢？他们打的这些旗号都是过去很过去年代的这些旗号，在中国人中是比较反感的。那个时代就是说实际上他是绝对平均主义来迫害大家的，所以他的旗号一般还是比较反感的。但是他们也有抗议你们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在地上拉屎拉尿，你怎么看法？不明文的行为，他们没有一点同德心，大家是因为人家是孩子，他凭什么这样去做呢？还有在街上的随便拉屎拉尿也是违法的吗？你去看看他们，不违法。他那个法律上有很多解释，他是对成年人这个是很明显，对孩子来讲他有一个特例。除非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他们就理解了。
他们游行到广东道近海防道交界，就掉头回尖沙咀码头，期间遇上另一批自称爱国的团体，双方一度发生口角。两批不同意见的游行人士之后都游行到尖沙咀钟楼，这批持相反意见的游行人士这样形容同他们打对台的人：那班这样的卖国贼不是代表香港人，他是代表香港的一个最小绝最小绝最低贱的人，他们呢就搞到我们中港关系不融合，我们要出来说给大家听，我们要说给国内同胞听，我们是欢迎他们的，只有那一班咁低智嘅人係反對佢嚟嘅啫。兩批人之後繼續集會，期間雙方只係叫口號，並冇不愉快事件發生。佢哋大約喺4点左右和平散去。中國官方同埋香港方面早前都表示會檢討香港接待旅客嘅能力。不過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一旦中國真係收緊自由行人數，那些现在靠自由行为生的人士和行业又怎么办呢？独立新闻传讯记者卢子阳报道。